好。
星星，你跟他说拜拜。拜拜。星星，跟工厂说拜拜，在这里。拜拜。这里。跟他说拜拜。他想要干嘛跟小明？拜拜。跟他说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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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星星你们先下去，不，天线你们先下去。好漂亮哦，这如果是镜子就好了。好耶。没有，好，我帮你拍了。好，来啊！好了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爸爸，这人呢？是人鱼，然后坐在那个贝壳上。人鱼。对呀、啊，干嘛？放这里，这个是这边的，放这里，放着。好，对，好，很棒，走。哇！不知道，刚才导览的已经走了。现在，现在都要搞去火车站坐4:20到4:19，要不然就要坐5:30。好，来问一下大家，这是早期的还是晚期？
祖娘娘呢？知道妈祖娘娘是做什么的吗？当然知道，但是什么？保佑身体，有点接近。它其实呢，对，保佑航海，出海的人都可以顺顺利利、平平安安的回家哦。那么往后面转，看另外一尊。这尊呢，就不是泰国的佛像了。有人知道它是哪个国家吗？台湾。台湾不是。美国太远了。Thank you.
天安轩已经披萨 DIY 过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是有披萨 DIY 过了？